我要拍印一下。然后就这个挂件。真实一下，来，这儿，他，这儿，插反了，然后平面这样，然后往右松松，然后挂住，中间四个洞，然后再上螺丝。基本朝上。到视频上加上去就行。我的那个点在哪？我一面有汉语、法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、巴西、葡萄牙语，就这样行。啊，这是模式仪。这是悬收兵，这就悬上了，这儿悬上了，这儿就光悬那尾，这儿就光悬那鼻。模式二，模式二之后可以调这些参数，相对于模式一这种区别。你可以光鼻工作，也可以光 A 工作，也可以 AB 同时工作。弄个 AB 同时工作了吧？你再给收兵拿下来，把被子上面枕掉了。四个都得拿呀。有点像。